台湾盛产丰富水果，各地方也纷纷把农产品牌化，加强行销亮点。像是呢，台中东市农会就设计了新的裁切水果品牌，而且结合多家通路销售。今天呢，特别举办了宣传活动，行销现在盛产的水梨以及凤梨等等水果。胃静脉开系哈，刚好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季节梨，刚好要正入进入产期。先感谢东市区农会很努力，也取得 ISO， 也取得 HACCP， 也取得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，要让消费大众能够吃得方便，要让消费大众买得方便，所以节切水果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除了裁切水果可以在连锁实体通路买到，这次的推广活动也和多家知名饭店合作，透过主厨的巧手把当季水果入菜，推出多种创意料理。民众到台中旅游的时候，除了有可以玩的景点，也可以享受水果佳肴留下的美好回忆。